北京时间4月17日 ，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那广州男篮是名义主场迎来了辽宁男篮的挑战。最终两支球队在四节比赛过后，辽宁男篮是笑到了最后，以117-116的比分成功击败了杜锋执教的广东男篮，并且以3-0的这个总比分吧，在半决赛的舞台横扫了卫冕冠军广东男篮。那么本场比赛过后，广东队除了出局 CBA 季后赛以外，球队中的三位主力吧，恐怕也将被杜锋踢出中国男篮的队伍。首先第一位无缘中国男篮的队员吧，就是广东队老大哥易建联。本场比赛易建联出场近20分钟，但仅为球队贡献了5分1助攻。另外易建联本赛季的场均数据与此前相比也存在一个大幅度下滑的情况。那本赛季易建联场均能够得到16分1助攻2失误，因此来看易建联的状态已经无法与巅峰时期相比拟。那么在中国男篮急需完成重建工作的前提下，易建联重新回到国家队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第二位被杜锋踢出国家队的将会是广东队后卫吴明轩。吴明轩无缘国家队的原因啊，并不是与他的这个状态有关，从身体天赋上来看，吴明轩的未来前景还是一片光明。但如果从这个后卫球员应该具备的一个大局观啊，创造力和这个执行能力的一个能力来看啊，胡明轩在这些方面确实还有待加强。那么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胡明轩在场上更多的只能是按照教练布置的东西去执行，并没有像赵继伟等国产后卫的那种随机应变的能力。那第三位啊，四位是周邦和任骏飞。两位球员的技术特点可以称作是中国男篮中的这个传统型的一个锋线吧。那这种锋线的特点是持球进攻能力弱，策应和这个一个传切的能力强啊，但如今世界篮球趋势正在逐渐的小球化，那么中国男篮想要在这个趋势中有所发展，就必须要顺应时代的节奏。所以说周鹏和任骏飞这种传统的锋线留在中国的男篮的队伍里，只能是减缓球队更新换代的速度。而可以成功顶替他们成为男篮主力锋线的人选也很多啊，像张镇麟、曾凡博、赵岩浩、李洪全等都可以接过这面大旗。那各位球迷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